Hello， 这里是新北的公园。看，哇！哇，这个，这是这一个啦，很奇怪的，我们终于来看到了这一个。这是代表他的音符，然后芬兰颂那个国歌是他做的，西贝流士。对，他的作品。对啊，我们刚刚本来先去那个岩石教堂，可是有人在里面受洗啊，2:30才开，现在是2:03。看一下那个很可爱哈、哦，不错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拍照吧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